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半桌二人组，我是阿杰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很开心呢，在节目当中要介绍非常养生又健康又可以养肥的啊，不是减肥，养肥药，可以减肥的，好不好？减肥的一道菜叫做绿油油的百宝箱。那其实处理青椒很简单，也不用什么勺子啦，哦，还什么刚看号角挖半天，其实就这么简单，把它就这样翻起来就好了。大厨就这样，对，要不然做个一桌，对不对？做了3个小时都还没做好，大家都已经饿了。没有，我们不用手，是因为我们手。准备起来，很多东西都大家都吃完。重点是你烤的时候有用手啊，前面坚持拍的有什么用啊？那待会呢，我要请阿杰来削这个水。好，我来削水。那我现在就来切这个火腿。哇，其实呢，为什么啊？桌上有两个砧板，一个是。生食，一个是熟食，一个是水果的东西。哎，你这样对，不然哦，那个水果都那个菜泥。对，他们两个都有通过丙级执照的考试，对，所以基本的都会。哦，你看他削皮削好利落。对呀，哇塞，哇，哎，男生会做菜真的很好看。对呀，真的。其实削皮哈，就是由上往下这样子。哦，有步骤，你看，你看。是水泥，其实我们这个火腿应该弄，要那种四方形那种火腿条，有没有？其实要把整颗来切成那个丁啊，切成丁，这样会比较漂亮。阿姐，等一下，阿姐你不要动，刚刚谁在哼耗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耗子。耗子啊，你在那个削梨子，他一直在哼耗子，你去帮他削。削梨子，削啊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你不要洗手哎。你这样很快哎。我们来看一个错误的示范哦。你看，你削一下，你削一下。什么错误的示范？我看你多厉害，你可以尽量不要摸到苹果吗？哎，你已经有受伤了，但要小心哦，不要再受伤了。光看他拿这个就不对，就很容易，就很容易去削到手。对，你看他是这样子拿，好了，你还是这样拿吗？也不对，也不对，你还是上去等好吃的来，好不好？吃梨子不行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其实呢，只要加一点就够了啊，其实只要加一点，对，因为我们火腿也有味道，其实也有味道，所以说不能加太多。所以都是切丁吗？对啊，就是其实它是要一整块一整块的那种起司跟火腿，这样比较好，对，整个出来也会比较漂亮一点啊。起司热量会不会很高啊？他们今天用的是低脂的，就会好一点。嗯，我刚刚已经偷吃过了。你们两位在家真的会做菜哦？真的会做菜啊？会啊。像平常我们两位，我看你，我讲会不会做菜呢？看我们拿刀，我们这个师傅在这边就可以鉴定得到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你们都做几人份？做几人份？没有看半桌要半，比如说100桌啊。几十桌都 OK 啊，像我们两个哈，比如说我们两个是掌厨的话，100桌是没问题。可是旁边还是要有一些助理啊。哦，天哪！那如果像办100桌的话，你们是多久以前就要开始做？